这好人有好报，能活长命百岁。谢谢谢谢。嗯，那你们接下来要往哪儿走？你往哪儿走啊？我得先出山呢，然后往东。你多巧，我们也是出山往东。嘿，要不咱搭个伴啊？ 干嘛？那我也是穷苦人，我咋就不能来？二德子，出来！你看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上这干啥来了？那我不就寻思过来看看吗？你们这整天忙忙叨叨的，肯定有村里忙啥大事儿吧？我不就寻思过来。 给你帮个忙啥的？你能帮啥忙啊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那我咋就不能帮忙？我知道，你们不就以为我是老冯家人吗？那兄弟这不也是让穷给逼的吗？那再者说了，那我被卖老冯家，那是因为我爹的原因啊。这我这么多年，这还一直想把自己给赎出来呢。永琪大哥。 将来你这有什么挣钱的好事儿，可别把兄弟给忘了。咱这毕竟是一起长大的呀。二德子，你这时候跟我念旧情了。当初你替冯老六收租子那会儿呢，我们兄弟哪个没挨过你打？那我那不也是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吗？那于大哥，你这咋还记仇了呢？滚！不是，你给我滚！你不滚，我抡死你！ 我抡死你！滚！哎，永琪大哥，啊，这是啥玩意儿啊？啊，虚大马棒的棒子。他妈，给你脸！ 他妈，给我等着你！一更那个里呀，越过花墙啊，叫声浪哥你别出声啊，哎嘿哎呀，站在了房檐下呀，二目细打量啊。 隔壁里有来回走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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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咋了？唱一天了，就不能换个调了？哎呀，这地儿不错呀，要不今天晚上睡这儿得了？啥玩意儿？啊？这睡这儿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咋的？啊？那啥，我听说这嘎附近呢闹土匪。 那可不咋的，要这样你们接着往前走个十来里，那还有个铺。你们上那儿睡去。那走吧，不是，你干啥呀？嗯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我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了。那我们走过去，这天也亮了呀。那快点走呗。这，那么的吧，那我们就跟你一块挤挤吧。啊，行不行？不是。 我这人睡觉毛病多，我打呼噜咬牙说梦话，还怕放屁的，我怕你们嫌我。我嫌弃他也天天这样，他多少年了，没事儿没事儿。我们先弄点柴火啊，大家暖和暖和，走走走。那，哎呀，那辛苦你们了哈。应该的嘛，这真是好人呐，这大老板还亲自捡柴火呢。哎呀，这何苦来呢？
他是一点破绽也没有，难道真的是个小路匠？怎么可能呢？可他要是土匪的话，应该往山里走呀。可他一直往山外走。他又不是土匪，放着阳关大道，他不住，为啥非住这荒山野岭呀？那你意思是，这里很有可能是他们的联络点？ 别往前走，前面有坑，摔死你哦！哎呀！ 道长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啊，配点草药，明天咱们出去一趟。等等，告宋水安，明天去趟夹皮沟，去看望他生病的奶奶。
哎妈呀！哎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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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白茹，白文君，这是白院长给白茹写的信啊。田副司令关心他的病，人家白院长也关心自己的病啊。二零三，你说我要是在外面，你是不是也得惦记啊？那当然。信送过去吧。是。二零三，来信收到，得知你们已顺利驻扎夹皮沟，并取得当地百姓的信任，非常欣慰。关于在那里建立土改工作队之事宜，经讨论，派菊美英同志前往。另外，得知小分队给奶头山匪帮强有力的震慑，可喜可贺。师兄，在二里地就是我家了。哎呀妈呀！这一下睡到这会儿了，可不咋的嘛。那，那接下来你们打算往哪儿走啊？跟你走啊。咋的？不方便呢？不，方便，结伴儿嘛。那走，走走走，走。下一步咋办？跟着他，等他落了脚。再按着跟。好。小艾，
长。带我到里面看看。如果有人问起我是谁，你就告诉他们，说我是来给你奶奶看病。是。水晶。好。你在这儿等着。好。我现在就把它贴上去。好。齐叔，哟，这不是满堂吗？你咋来了？两天尊。满堂。哎呀，道长您快请。是满堂吗？真的是满堂吗？奶奶。哎，真的是满堂。是，真的是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快让奶奶看看，快让奶奶看看。我两天尊，贫道有礼了。奶奶，这是我道长。啊，道长好。是俺在山上一直惦记着您的身体，贫道特意抓了几副中草药给您送来，让您费心了。分内之事，何足挂齿。雪兰，你陪奶奶在这儿多待会儿。嗯。我出去外面走一走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了，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啊。贫道告辞。您慢走。奶奶，让奶奶看看。您慢走。我两天。师傅打不打你啊？嗯，不打。你想不想奶奶？想。永琪大哥。啊。这孩子。啊。这孩子，小名叫满堂，是咱们夹皮沟土生土长的孩子。父母死得早，是他奶奶一手把他拉扯大的。老太太呢，为了给孩子找个活路，就送到圣和庙当了道童了。刚才送我出门的那个共军看见了没有？我要求今天给我杀了他。云溪大哥啊，张大哥那边有什么消息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啊，你放心吧。云溪大哥啊，大娘在家吗？在家呢。我想去看看她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白茹，嗯，去看大娘也挺好的，刚好看看她有什么需要的，但是千万要早点回来。是，快去吧。那走啊。好，我娘得老高兴了，你去我家。走。好。203，看着村里的百姓这么信任咱们，真让人高兴啊，你说是吧？先回去再说，快走！哎呀妈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哎呀，歇歇脚吧。这家伙太累了，在这儿歇呀？啊，这啥地儿啊？这啥地儿？啥地儿？这不梨树沟吗？哎呀妈！我说咋瞅这么眼熟呢？那
说你上这儿来，我们就不跟你绕这么远的路来了。你说这事整的，咋了？用啥呀？因为。我都不好意思张嘴，咋了？丢老人了。用啥呀？去年，俺们来过这儿，后来这孩子不长眼，就把人保长家狗给打死了，给炖肉吃了。妈，你说这不得罪老人了吗？这不是。那这么的吧，俺们就不去了，往西，去那个胡家屯。哦，那也好，也好。我还说跟你没唠够呢，你看咱想一块儿去了，那咱找个落脚地方，就接着唠啊。你有地儿吗？没有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穿屯我就过去了。那啥，那后会有期了啊！你们多多保重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！哎呀妈呀，谢了大哥这两天。有缘有缘再见了啊！有缘再见，别那么馋了啊！这孩子正长个呢，那走了啊！啊，那你慢走啊！哎，那啥，走吧。没事，我目送你。那俺们走了啊，走吧，走吧。出来几天了？八天了。反正咱肯定又担心又着急的。那肯定。但还好这次有收获。是啊。你忍点啊，别让赌徒下次再飞了。飞不了，放心吧。还真贼心，怕咱们杀个回马枪，绕了这么一大圈才进院子。他就算是绕一百圈，也逃不出咱的手掌心。走吧，过去瞅瞅。好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！
三舅，不好意思，三舅啊，这回我给你带着，只带了200两这黑烟土。这么少啊？少？我压根儿就没接上碾子。为什么呀？我差点让共军给抓了。老地方。共军进山了。九龙会呀，九龙后啊，这全都住进去了。哎呦！幸亏你外甥反应快，都到了村口了，我才把那两个王八蛋给打发走。我心里想，算了吧，我就甭接碾子了。这要再露馅儿，那我没准就真回不来了。哎呀妈呀！哎，他们都是什么人呢？他们俩自称是牡丹江倒腾山货的老客。啊！人家这俩一看就是共产党做的扣。这家伙跟我俩装的呀，那想糊弄我栾平，那连门都没有，扯啥呢？跟我俩在那儿，我自打跟他俩一见面，我啥我都看明白，不就装吗？最后我跟他们俩来了一个，那叫，哎，那词儿咋说来着？啥？索然无味。尿性啊！只不过这个刁猴头肯定又得骂我了。他肯定在馒头石那儿等我，等的又发疯了。那啥，三舅，嗯，那家里咋样啊？现在咋？你三舅你还不知道吗？家里边安排妥妥的。你舅妈带着三个兄弟媳妇儿上牡丹江三姐家去了，是吗？就你那个大兄弟，嗯，自己整了个假履历，他就混到铁路里边去了。家边那些贵重东西，我全都给收拾好了，我给他整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得防着这帮穷棒子，防他们摘我的毛。三舅，你这招整挺高啊！嗨，你这神机妙算啊！现在就得这样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看点子不对，就赶紧往山上撩。那山上有酒，有肉，那还有。反正那神仙爷爷、山神爷爷啥的都能保佑咱们，是不是？啊，嘿，那倒是。哎，你啥时候回家？我看情况吧。最近风声太紧了，我打算明天一早再去一趟黑风口，跟刁猴头把碾子接上，然后我再找个地儿躲躲。哎，那啥，三舅，啊，我。炕上那个挺好的吧？他可不挺好的，没问题。哎呀，那就行，谢谢三舅啊。哎妈呀，我困了，不行了，我得睡一会儿。睡一会儿吧。一更那个里呀。叫声浪哥，你别出声啊！哎呀，这老小子有这么多烟土，咱都没发现。动手吧，咱别急，凤城县钓大鱼。那个老家伙呢？一块抓了。老家伙军事上对咱没什么帮助，不要给自己增加负担。没听他说吗？明天一早才去黑风口呢。天行，让他再睡一个好觉。时间还早，这样，你在这盯着，我回趟小分队。他动你动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一早我在黑风口等你们。好，小心。我决定了，你还得回牡丹江。你的这个手在这种条件下，如果说一旦冻伤了，
这个时候可能就废了。我不，二零三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让我回去。我即便是这只手没了，我还有另外一只手啊，而且我还有腿还有嘴呢。人家田副司令的警卫员严大哥早就跟我说过了，我们警卫员就应该是首长的腿、首长的嘴，还有首长的笔记本。你说你啊，看起来文文静静的，那实际上你就是一头小倔驴啊。行了，我也不让你回去了，从今天起我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好好的给我养病。可我是你的警卫员啊。这是命令。进。谁？二零三。我。子荣同志。广州那防守特别灵敏，几乎一瞬间就翻译过了我要袭击的对象。我进到了他们的屋子里看了看，他们做的都是一些土改和发动群众的工作。按理说做这种工作的不应该是有这种能力的军人，连你都会失手。这就不得不让我想到，他们就是剿匪小分队的人了。一定是。那些军人，绝对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野战高手。道长，您还记得前几天那个消息吗？什么消息？许大马棒带着200人在小山子遭遇共军这支小分队。被打得仓促逃窜，今天水镜偷袭刺杀竟然铩羽而归，可见这支小分队其战力凶悍不是传说。现在这支小分队如同神龙穿行云间，时隐时现。不仅不知其人数和武器装备，也不知他们的行动计划，就连他们目前在夹皮沟驻扎在哪儿，和布防如何也不得而知。我们就是想联络各个山头袭击，也找不到目标啊。都是我办事不力。算了，不过也好，你出手便试出了对方的实力，也算是个收获。太好了，这土匪的尾巴终于给抓着了。孙大德现在还在那儿监视这个小陆家。二零三，下一步怎么做？等你指示。马上回梨树沟，把栾平给带回来，进行突击审问，争取在他身上有所突破，然后再把许大马帮匪帮的具体情况了解清楚，来婉转我们小分队目前茫然被动的局面。那我现在动手。对，马上行动。好，曾同志。好，先别着急，这两天在外边净啃雪团子了吧？我去给您弄点吃的。哎，不用不用，真不用。二三，真不用了，我不就别管了。你杨哥，你别别。手怎么弄的？今天白天雨，有人刺杀二零三，我们在搏斗过程中受了点小伤。没事。对方什么人？抓着没有？没有，也没弄清他什么情况。咱们同志还有受伤的吗？有一个同志伤势比较严重，已经送到我们南疆医院了。情况越来越复杂了，你们千万要提高警惕。放心，我们一定时刻保证二零三的安全。好，还有这个手一定要注意，不能让他感染了。啊，知道。行了，赶紧走。哎，杨排长啊，二零三他都亲自给你去下面吃了。哎呀，下面也不行啊，刚才那么跟我说，就是已经明确下达了抓捕小陆江的指令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，我不能让他给跑了。那也吃完面再走啊。吃什么面？反正二零三做的面不好吃，留给你。杨排长。
立刻给冰驼发报。是。共军小分队出现在夹皮沟，时隐时现，难以侦测。百姓开始靠拢共军，有再次推行土改的形势，故必须加快推进唤醒计划，抢在土改推广之前恢复对先遣军全体人员的掌控，越快越好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切切。作对，嗯，昨天还带人来栗树沟了呢，嗯，现在风声这么紧，你咋回来了？我就是个小炉匠，我咋就不能回来呢？是不是？哎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还说啥呀？我有正事儿，还正事儿。三舅说，许旅长派人在找你呢。让你抓紧时间送情报。我前几天去了趟神和庙，你猜我知道啥了？啥呀？夹皮沟进去共军了。我傻呀？共军现在势头这么盛，我上上山下折腾情报，那我找死你吗？啊！我现在就瞎溜达溜达，给许大马棒弄点外围的情报，糊弄糊弄就完了。我再观察观察形势。你呢？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啊。那你把我关在这儿，到底想干啥呀？这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你别着忙啊，那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。你知道我现在咋的不？我在许大马棒那儿，我混上上校副官了。等来年一开春，国军咔就打进来了，到时候你就是堂堂正正的官太太了。哎呀，你干啥？你给我坐下。坐下。你要干啥呀你？快点！别误会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不想当什么官太太，我就想跟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你啥样啊你？你还不想当官太太？那是你不知道当官太太的好。把这个给我收好了啊！你就把你裤衩子弄丢了，你也不能把它给我弄丢了，听见没有？这啥呀？你看看这是啥呀？看，不就一张图吗？错了，这是咱们未来的荣华富贵。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想得到它吗？到你爷们手里了，未来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。嫁给我，你就等着烧高香吧。啊！赶紧送给许旅长去啊，他肯定打赏你。哎呀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那许旅长，许大马棒那是出了名的铁公鸡，我从他身上我薅一根毛都薅不下来。我现在是想啥呢？谁给我的钱多，我就把它给谁，你知道不？那谁
还能比许大马棒钱多啊？中山雕啊，侯天坤呢、啊，那都比许大马棒的钱。多。